华东师大哲学系呢，这个我们追溯它的历史的话，得从1955年说起。1955年呢，是冯骥先生、刘凤年先生他们呢，创立了华东师大的哲学教研室，当时是政教系，那么他们几位呢就创立了哲学教研室。然后1979年呢，是成立了那个哲学本科，哲学本科开始招生。然后呢1986年呢是正式成立华东师大哲学系。建系的时候没有自己培养的学生，没有新的教员，是从各个学校里面相近的或者是这个是其他专业转过来。东院大家搞教材建设，通过搞教材建设，对吧，来为这个提高教学了准备最基本的条件，同时也吸收我们的教师，不管是中年的、老年的还是年轻的，大家都来参加教材建设。建系的成立是生不逢时，但是后来回过去想想呢，也生的逢时。你知道80年代这个是意气风发的那个时代，从入学第一天到入学第一张照片，有的人呢是扛着扁担来的，有的人拎着铺盖卷来的，青春、热血和眼泪都留在了华师大，留在了哲学系。我们当初有一个外国哲学的这个兴趣小组，就是自己成立的，好像就有5、6个人，可能就是5个人吧。所以我们在这个就是大学本科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做这个做研究了，就是后来等上研究生的时候就可以这个好像已经发表出来了。同学之间呢也是互相，因为人比较少，然后像我们一个班只有20个人，然后我们的学弟学妹嘛可能人更少，所以相互之间是很融洽，非常融洽。当时我们甚至在一开始啊，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女同学还会给男同学洗衣服。当年我们作为同性的男同学，其实我们对他们也无限的崇拜。课上有的时候一个问题足以让我们晚上这个争论不休，搞到深更半夜。还是比较踏实的，就是这个做学问也好，还有就是教书也好，他都是非常注重基本功的训练。大家都觉得文科念文科的话最好的训练肯定是在哲学系。我们是在咖啡馆里面上西方哲学史课，讲维特根斯坦的，讲意义理论的，讲海德格尔的，讲向死而在的。就你说自由的精神从哪里来？从这些老师身上来，从这些课程身上来。在我们的心目中就像一个灯塔一样，它让我们不至于在茫茫大海之中迷失人生航行的方向。学习空气之浓，师生关系之融洽，
相互砥砺切磋，真是一时盛景。几十年以后来回想这一段，都觉得是人生当中最最美妙、最最值得怀念、自豪的那么一段。表里如一，哲学系里面老师给我最多的感觉就是这样。他们在课堂上什么样，他们在这个书桌前是什么样，他们在生活里面就是这样的。他们完全是把自己的这个知和行是合一的，就做人的道理和做学问的这个道理是统一在一起的。对年轻老师，他们都是很，就对他们的成长都是很关注，而且呢很帮助他的，来使得他们能够更好的，是吧，就是能够更快的在学术上能够发展起来。大家心比较齐，是吧，都出于要把这个戏一定要把它办好，把它站住，让它以后有一个更高的发展。那么这样一种精神呢，实际上鼓舞和影响了这个后面的学人。所以华东师大哲学系的同仁们呢，就是说有这样一个特点，自学上都特别关注哲学问题本身。研究哲学，这个它既应该从哲学史出发，以哲学史作为它深厚的一个背景和基础，同时呢，它又离不开创造性的哲学理论的一个思考。所以，哲学理论的一个思考和建构与哲学史的回顾反省这两者呢，这个是相互融合，这构成了我们哲学系的一个重要特点。这个学生毕业的时候，我主要就谈这两个意思，就是来哲学系四年你得到了什么样的训练，让我可以比较用一种有趣的角度和一种不太一样的角度去看一些东西。这个的话，你带来的除了它实用的部分以外，我觉得更有价值的是它带来一些精神的满足感，也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宽松的、自由的、想象的、思考的一个空间。首先给了我一个家的概念，审视自己，发现自己，你随时随地都能够有惊喜的地方。这么一个有传统的社团，对哲学系来说其实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资源，而且在这个社团当中，我们所有的学生都能够其乐融融的围在一块儿，不管是探讨哲学问题也好，还是我们一块儿看电影也好，然后出去这个参观艺术展啊，做活动也好，其实都是一个非常，对我们自己来说，促进我们进步，也是一个圈子吧。我们的灵魂是热气腾腾，我们的身体是生机勃勃。我们的起点就是从哲学系开始的，我们的所思所想，我们的一言一行，它的逻辑起点就是我们的哲学训练。每一个在哲学系读过书的人都无限自豪自己有过这么一段经历，那么当年我们的那些，不仅有像冯骥先生那一辈老一辈的这个学者，我们的老师应该说今天都载入了史册，我们的当年的青年教师，甚至是我们自己的同学，都已经卓然成家。除了人才培养在为各行各业、为社会各行各业培养人才之外，他的立足之本就是他这个原创性的思想。我想华东师大哲学系是有这样的华东原创性思想。30年来最大的成就就是冯先生为中国哲学界奉献了智慧说的思想体系。世界在被知识这样奉献之前，它本身并不是一种分布型的存在，而是一种相互贯通一种整体统一的形态存在。所以除了知识性的进入之外呢，我们需要智慧的进入。形而上学，我说具体形而上学呢，在相当意义上就是指回到智慧的这样一种对世界的这种把握方式。就是我们的学术研究，就是我们当然需要一些学术化的语言，但是在理念上我们可能就是也按照冯先生所说的这个方向，我们要和现实啊和它联系起来，在现实之中来寻找这个生长点。
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333教室是冯骥先生担任政教系主任的时候的主要的一个教室，包括冯先生在内的许多老师的讲课就是在这个教室完成的。那么333在我们的同学当中是啊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教室，我想冯骥先生的哲学工作大概也可以用333来概括，也就是说三个山，一个山是研究真善美，第二个山是沟通中西马，第三个山呢是连接往今来，连接过去现在